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阿姨。吃的太少了，可能吃不惯家里的饭吧。不是不是，我就习惯了，吃的特别少。是吗？嗯。哎，真是。啊，阿姨，您别送了，回去吧，韩刚送我就行了。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？碰见谁了？冬梅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们说话了？玛丽也在那儿。孩子瘦了，小脸都成瓜子脸了，看着挺可怜的。要不我认她当干闺女得了。哎，这我行了，别再添乱了。我求你了啊，可别这么干。我给她做点好吃的去。刚才那想法啊，可不能干。知道。冬梅啊。来，爷，您来了。嗯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还没吃呢吧？啊，这不刚做好。正好。啊，姨给你们做了几个菜。端回去。嫂子，不是我驳你的面子，玛丽吃剩下的东西，我们冬梅咽不下去。那你这是糟蹋你嫂子呢，我这是专门给冬梅做的。爸，你别说了。姨，我吃我吃，我就爱吃您做的饭。冬梅，嫂子，今儿个是你们老韩家的喜庆日子，那可是我们老安家的苦日子，什么话也别说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拿走。老安呐，我们老韩家对不起你和冬梅。姨，你别说了啊。冬梅啊，不是姨不心疼你，我知道。姨，别说，这些事儿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们吃吧，赶紧趁热吃啊！我走了。
安东没回来吗？他不是要去半年的吗？他没说什么吧？那么多人，他能说什么呀？只是我这心里不舒服。他本来说等韩刚结婚之后再回来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回来了。看来这婚呐，还得抓紧结。抓什么紧呢？他们家给准备结婚的房子了吗？他们家哪有房子啊？那没房子，这婚怎么结呀？嗯，那就让韩刚啊，赶紧在单位申请宿舍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。这一走就是四年，你还会等我吗？嗯，等。我永远等着你。冬梅，我要是不能给你幸福的生活，我也不会幸福的。什么是幸福生活呀？难道有了好工作，挣了很多钱就幸福了吗？我认为，只要我们俩能在一起，就算平平淡淡一辈子，我都觉得幸福。韩刚，你可记住了你自己说过的话，你是非冬梅不娶。有朝一日你要是变了心，今天啊，你妈、你爹可都在这儿，他们可都是证人。是，我非冬梅不娶。我去火燎把你叫来，就想给你定个事儿。他妈，你也坐在这儿啊。你们赶快结婚吧，把事办了，一了百了，大家都安宁。到哪儿接去啊？这强子的房子刚盖好，也没地儿啊。妈，明天我去单位问问，看看有没有宿舍。先这么定，都抓紧吧。嗯，要房子没有？主任，银行制度上写着结婚可以申请一间宿舍啊。上面说的是可以申请，但是没有房子我有什么办法？韩刚，你新来的，不了解咱们单位的情况，别说你结婚用房了，你看我这结婚生了孩子的都没住房，想要房的早就排上队了。主任，那什么时候能有啊？这可不好说，快的话呀也要等一年，要是慢了说不定啊得3-4年。哦，主任，谢谢你啊。没办法。喂，韩刚，今天晚上咱俩去看电影吧，我正好买了两张电影票。电影的名字叫《第二次握手》，这样吧，咱俩呢先去咖啡厅，然后再去看电影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那房子的事儿怎么样啊？哦，我见面跟你说吧，好吧？行，那咱们晚上再聊啊，再见。测量的了，搞测量呢，小伙子。哎，这测量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个地方？我只管测量的，钱我不知道。哎，师傅，麻烦你。嗯啊。
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他们说至少要等一年。为什么呀？要房子人太多了。那你赶紧去找任叔叔啊。我找了，他说我资历太浅，他出面都没用。那没房子咱俩怎么结婚啊？老韩，吃了没有？吃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啊，快坐，赶紧坐吧。哎，沏点茶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有事。说完正事就走。哎，好。哎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要拆迁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嗯。拆迁？对呀、啊嗯。哎呦，我说怪不得这几天搞测量呢。哦，是要拆迁。哎，为什么拆迁？老韩啊，你也清楚，这两年公司不景气，嘿，这当头的嘛就要把咱们家属院这块地皮卖给一家商场了。那搬哪儿去啊？都让咱们搬郊区去啊。听说那地儿可偏了，买个菜都得五里地出去。确实没法搬呐。咱们的孩子们都在城里边上学上班，都搬郊区去，后边的日子咱们怎么过呀？就是啊，我都跟这儿住大半辈子了，你说现在给我就发配充军喽，我不干。大伙儿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呀，弄了一个联名上书，就是想给头头们看看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工人爷们儿不是好欺负的。我第一个就找你来了。对，别看你退了，他有威望啊，大伙儿信服你。对，哥，我们都听你啊。第一个在上边签了，大伙儿都会签，人多呀也会引起上边的重视。是，就是给上边反映反映情况。对。啊，考虑考虑咱们的实际的情况，提些困难啊。对，我签哪儿？这儿，第一个。哥，你第一个签，我第二个我就签。哼，这个拆迁项目是由我负责的。没想到这还没公布呢，就有人走漏了消息。谁干的？啊？谁干的？这还没布置说服动员呢，工人们就闹起来了。最早得到消息的还是市政府啊，让我挨了一顿狠批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这个拆迁任务完不成，你们就都别干了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大家也不要丧失信心啊，只要找着这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就好办了啊。查到了，是工人赵子斌联络韩立德带头签的名。什么？韩立德？韩立德带头签的名，那他这是故意跟你过不去。嗯，也许啊，他不知道这事儿是我负责的。不过我还真大意了，我没想到这些工人他不愿意搬。他干嘛不愿意搬呢？那郊区是偏了点儿，可房子还大了呢。我就知道他们这些人就是趁着这次机会呀，想多捞点实惠。我还不了解他们吗？为了一平米，他们什么招都能使出来。嗯。哎，爸，韩刚家能换多大的房子啊？以他家那条件呢，应该能分到一个两居室。两居室？或者是两个一居室。两个一居室？哎，爸，那如果有了两个一居室的话，我跟韩刚结婚不就有房子了吗？那结婚房子你们也不能去，那是郊区，离你们上班太远，跑不起。那有什么呀，总比没房子强吧，我们还想结婚呢。哎，爸，
那您得给我们想办法呀，您得想办法帮我们把那个郊区的房子给换到市里来。哎呀，爸，我求您了，你不是想让我跟韩刚赶紧结婚吗？没房子我们怎么结婚呢？哎，爸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们家的两个儿子想要结婚的话，这房子可是关键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了两个一居室的话，我想韩刚他爸肯定愿意搬啊，您说是不是？嗯，还真是有道理啊，两个儿子结婚都要等着房子呢。哎，我看你韩立德能撑到什么时候，就从他入手。哟，你还要亲自去找韩立德啊？我亲自去，我亲自去，他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就是，玛丽，嗯，你去找韩刚，我去找胡老三，明白吗？嗯。哎呦，我的亲爹，你怎么还有这闲心呢？赶紧去，马处长请你吃饭。他请我吃饭，真的？他亲口跟我说的，让我回来叫你。哎呦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干嘛请我吃饭？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要不说你这孩子当不了领导呢，什么事儿你都不过过脑子。嗯，你天天过脑子，也没见你当领导。我抽你啊！哎，是有什么好事找我呀？你带点钱啊？他请我吃饭，我带啥钱？人家是处长啊，人家请客，你还真让人掏钱呀？哦，他请我吃饭，我带钱，那不是我破财吗？我过脑子了吧？嘿，我还就是不带钱，我就不信他能让我回家拿。好了。这个真倔。马处长，您找我呀？嗯，坐吧。哎，马处长，您瞧，您真是的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嘛，还请我，要请也得说我请您呢。吴老三，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不知道。都不小啊，敢跟我作对了啊？不是，马处长，这我哪敢呢？坚决不拆，誓死不搬，你也参与了？是啊，不是，这跟您这个项目那是我负责的。哎呦喂，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要是知道，打死我也不签这个字。您也看见了，韩立德第一个签的字，那大家伙都是冲着他去的呀。我就是跟着凑凑热闹，他让我签字，我能不签吗？我就说嘛，你胡老三不是那挑事的人呐。就是啊，马处长，就我这人缘，我挑事儿，那也没人听我的呀。你倒还真有自知之明。马处长，嗯，您瞧这事儿，您看看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呀？我总得听听挽回点影响吧。哎呀，这你能做点什么呢？啊，这样吧，你劝劝韩立德，让他搬家。哎呦，这可不好办呀。韩立德那脾气您又不是不了解，认起死理来，那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。他既然签了字，那大家伙都冲着他呀，他能反悔吗？这恐怕我劝不了了。那你胡老三就不能动动脑子？你女儿小英不是要嫁给韩立德的儿子吗？不是还没房子呢吗？对呀。哎，我让我们家小英闹闹韩立德。嘿嘿嘿，对，马处长，您真是神机妙算。哎，我胡老三，我一马当先。哎，来，马处长，您看，行行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真是，嗯，好。
强子，你哥那个房子迟迟也没着落，那你就先把婚结了得了。我先结啊？啊，行啊。赶紧跟小英商量商量，快办了吧。不用商量，小英肯定同意，他还总说不想跟玛丽他们掺和呢。我猜他也会这么想。要不我就先跟人说去啊，我跟人说。吃饭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吃一大碗。小英啊，你听你爸的，捣鼓老韩家，搬。那您不是也签字了吗？怎么说变就变呢？我这都不是为了你吗？你想想啊，老韩家那个窝棚，他怎么能跟一室一厅比呀？再说了，你跟韩强什么时候你能混出个一室一厅来？哎呀，是一室一厅，可是多偏呐，住那儿也不方便呢。是是是，是偏点儿，这不是离你们纺织厂近吗？你上班不就不用起大早了吗？小英啊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。那就算我同意了，那韩强他爸也不能同意搬呢。只要你一同意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小英。哎，小英，你出来一下。哎哎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出去跟韩强好好谈谈，你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你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也就算了，既然这机会来了你再不争取，你不就成傻子了吗？咱可不能凑合。行，那我跟韩强说说。哎哎哎哎，咬住了啊，没房子不结婚，韩强准得投降。知道了。我听我爸说，按你们家那条件，在郊区能分两个一室一厅的房子，这样多好啊！你跟你大哥就都有房子了。那不行，这离我单位远，骑车得一个半小时。再说我爸现在给咱们盖房子，你怎么不想想我呢？搬到那儿离我单位就近了。再说了，你爸盖那房子连个厕所都没有，你多不方便啊！那有现成的一室一厅，干嘛不住啊？我回去跟他说说吧。你好好跟他说一说，有了一室一厅，咱们再结婚。韩刚啊，你知道你们家那片住宅区马上就要搬迁了吗？不知道。你们家的房子呢？这次也在搬迁之列，按政策规定啊，和你们家的住房条件，可以给一个两居室，也可以分两个一室一厅的住房。以你和玛丽要结婚的这种状况来看呢，还是分两个一室一厅的住房比较合适。但是我不知道你爸他为你们想过没有。你呢，回去赶紧做做你爸的工作，如果能够成功，我就可以把你们郊区的新房呢设法换到室内来。啊，太好了爸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谢就免了吧。你说心里话，这次为你们的房子问题呀，我真是低下头来求人呐。可如果你爸爸他不同意搬迁，我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把你们的房子换到室内了。我明白。好，回来了。哎，爸。哎，你坐下。你们家小英怎么说的？他说必须得搬到郊区那个楼房啊，他才跟我结婚。嘿，这傻闺女啊，还非得搬过去才结。不是，这也不是小英的意思，是小英她爸。小云他爸说：“咱家这个房、哎，谁说这个家也搬不了？大伙儿信任我，都签了字了，你说怎么办呀、啊？”是你签了字了，胡老三也签了字了，人家就能变通，那你就不能变通变通啊？胡老三能变，那是他，我变不了，我真的不能变。那你要变不了，人就不跟我结婚呗。那不结，那就不结呗。那咋办？你说什么？
要是搬到郊区去，那你和你弟弟就全都有房子了。是啊，妈。哎呀，那你们俩不是就都能结婚了吗？对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那得赶紧跟你爸爸说去。爸，回来了，来，快坐。倒杯酒吧。哎，爸，我们有个事儿啊，想跟你说。啊，说。这条街上好多家人都要搬了，咱们家也搬呗。咱家搬不了。这么固执，哎，我也就是这么固执，打小就这么固执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大爸，嗯，是这么回事儿。玛丽她爸呀，说是如果咱们要是把这个房子想换的话，能换两个一室一厅的房子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咱这俩儿子结婚不就有房子了吗？这么回事儿啊！哎呀，真是个好，可我在那个请愿书上签了名了呀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，我不能为了我自个儿不管那些弟兄了，我做人得有个做人的原则。原则？为了这个，当初你不让我高考，我大学毕业你不托人帮忙，现在眼看到手的房子不要了。您这是什么原则？刚才吃饭。爸，你能不能改改这原则？改不了，没法改啊！我还得要我这张老脸啊。是，您在您朋友那儿都有脸面了。你想没想过你做父亲的责任啊？我们两兄弟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有房子吗？没房子，你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现在我有办法了，您又不同意了，您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啊？哥，大宝，吃饭，吃饭吧。老韩，上屋里坐会儿。老韩呐，自打韩刚跟着冬梅分手，咱们老哥俩也生分多了。哼，其实我知道冬梅这件事情你是实在是没办法。我老韩家对不住你们老韩家，这辈子这情欠的还不清啊，这事儿一直像一块石头压我心上，这不这事儿没过去呢吗？搬迁的事儿又来了，在家里都天天没事没刻，脑袋都疼。老韩呐，我知道你挺难的，啊，俩儿子都等着结婚，我看你要实在撑不住了，就搬吧，甭跟他们俩较劲。原先呢，我也想跟着老赵他们一块干来，后来冬梅说要搬。我现在是处处事事都顺着冬梅，你不能够听老赵他们那个一面之词，
马振华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跟咱们是一个单位的呀，怎么着，他也得为咱们工人着想不是？原先上级领导啊，是让咱们在这个西郊马家洼子盖房，多亏了这马振华上上下下这通跑关系，这才定的现在啊，在开发区的旁边，要不然还不知什么爷爷奶奶样。还真办了个人事儿哈！哎，阿姨，妈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儿回来还挺早的哈。没什么活，我爸呢？出去遛弯去了。新房子也不收拾了，他是有搬家的念头。他想收拾也收拾不动了。那我爸，这到底是搬还是不搬啊？我估摸着他想搬，要不怎么这么踏实？看来这事儿有门啊！你跟你爸挺对脾气的，抽空劝劝。好。你那番话呀，让我脑子开窍了。我反复琢磨了，这个家呀，我得搬。这就对了嘛。不能一条道走到黑，这辈子咱都为了什么呀？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那可不能苦了孩子嘛，对吧？这就对了吧？哎，你看哥哥，你早这么想就对了，是吧？安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二位哥哥一杯啊！来来来，啊，嘿嘿，哎呀，哼，这老狐狸的。他都不满不利了啊！那，哎，来，咱马上，马上啊！哎呀，哥哥，你使这个，我使。行了，这么多年了啊，是不是？反正他说句话，多远？赵也同意了，是不行。那个老韩呢，也同意了，他还带头签字了呢，所以没问题。行，不搬，扛住了。哎，老公，韩立德要搬了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嘿，我刚在安德海家听他亲口说的呀，今天跟我说还坚决不搬呢。嘿，一点做都没有，俩都说要搬，都这么说的。有这事啊？有这事啊？不是，不信，哎，你们去问问他去，就在安德海家。他这事儿可做的不对，不仗义了，没给咱们哥几个商量了。是啊，找他去。好，找他，好，你们找他去，找他去。真的，我不蒙你。韩立德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对得住大伙吗？你呀，不是过去那个韩队长了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怎么回事，周？你都同意搬迁了，都现在还瞒着我们？亏了大伙那么信任你，还拿你当主心骨呢。结果你呢，为了自己合适，给大伙全给出卖了。不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事儿哈。还真得请大家冷静下来琢磨琢磨。我正和老韩说这个事儿呢。老韩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官腔了？这不是打官腔，怎么是打官腔？我说实话了，一，这个从长远的角度看呀，这个家咱们还得办。第二呢，就从个人的角度看呢，谁家没有点难处？说我们家吧。我们家也有我们家的难处。行了，老韩，你呀，别光跟咱们哥几个说，你去跟兄弟们解释清楚。哎，老赵，跟你们哥几个说就行了，还跟大家伙解释什么呀？那不行，那得跟大伙说清楚。大伙儿，对啊，干什么你们都啊？干什么你们都啊？干什么？真的，没意思，不搞你了。走，走，这样办事，干什么嘛？啊，没你事儿，靠后，别喝了，回去吧。混蛋，笨蛋，喝什么去？老韩呐，大家伙都在气头上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是，我叫一下，多大的事儿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老韩，没想到我老韩啊。活了一辈子，活到这德行啊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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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只能对不起大伙了。
刚才这招给我发，头一回给我嚷嚷吧。恒刚，你爸真的打算一辈子都不理你了？哎，这次真把他惹生气了。你父亲怎么跟别的父亲不一样啊？你不是说人家都是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，可是你父亲呢，好像处处跟你们为难似的。你看我爸这次已经把那个房子都跟人家说好了，只要你们那边的旧房子一分下来，我爸就能给咱们换到市里的新居。哎呀，你回去问问你爸到底是什么意思啊。他就这么个人，他有他自己做事的一个原则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给你爸买一套中山装，就是灰色的那种，现在老头啊都特别爱穿那种衣服，你爸看了一准高兴。行，玛丽，你想得够周到的。那当然了。哎，怎么谢我呀？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坚决不搬，爱谁搬谁搬，谁不搬，甭管他们别人了。说话不算数，一定扛住了，是吧？坚持到最后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对对。说什么呢？那么热。你们聊，说我们狠话。出尔反尔，他可不是原来的韩队长，咱别信他了。说什么呢？不错，你爸呀，从来还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呢。叔叔，你瞧瞧，嗯，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啊，试试吧，试试试试啊，试试。你瞧你，穿着这衣裳，说你是老干部都有人信。叔叔，您穿这衣服可真够精神的。你给我买的？孩子们买的。啊，是我跟韩刚特意给您买的，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。干嘛呀？穿着吧，挺好看的。你不觉得我一个老工人穿这个衣服有点那个，有点装蒜？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，还满意吧？爸，太满意了，您真牛！爸叔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，只要你们满意，爸就高兴啊！哎，不过小弟啊，我得嘱咐你一句，这是那个财政局系统的宿舍区，以后在这儿说话办事都要注意啊！您放心吧，我和韩刚会注意的。好，哎，钥匙交给你们。好。
我们吃饭去。好啊，反正是你请客。哦，我请客。在我